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》经文第十面第二行，从第四这个地方看起，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段啊。自下依此能辨之境，而行四德，为一前一尘能辨之境，而修四种行德。贤首大师这一篇文章总共给我们讲六章四，也就是六大段。前面三段呢，所说的就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一句话：“诸法实相”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从缘起到形成，都说尽了。第一段呢，给我们讲本体；第二段呢，给我们讲现象；第三段给我们讲体相的周边含容。这个文字虽然不多啊，用现代科学的术语，就是了不起的科学与哲学。从事上讲是科学，从理上讲啊是哲学。这个是古今中外多少啊，这些哲学家、科学家包括神学，都在探讨宇宙从哪里来的，生命从哪里来的，这生命当中是我从哪里来的。禅宗确实有用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当作一个话头，多少人参究有开悟了，也有很多没开悟。那为什么有些人开悟，有些人不开悟呢？这个里面的关键秘诀就是他用心呢专不专。我们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，如果他的心真到一心不乱了，没有一个不开悟。那凡是没有开悟的呢，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个才是真正的秘诀。我们要在这些地方留意用心到纯一，就是到开悟的边缘了继续绝不放松，就有豁然大悟的
一天。啊，彻悟之后，那就是前面讲的三种周边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证得，无论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啊，这是从烦恼里边讲的。啊，从自信那边讲的呢，啊，周遍法界，出生无尽，堪容空有，这从自信上说。啊，这个是一大段了，啊，这是道啊，啊，中国人讲道，讲德。啊，这讲道。那从这个以下呢，四五六这三段呢，这就讲德了。啊，什么是德？这就是随顺自然的规律，就是德。啊，那就是正常的。啊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啊。究竟圆满的幸福啊，真实的受用。如果与性德相违背的，也有受用啊。什么受用呢？六道三途，苦海无边啊！啊，就变成这样的受用啊。这样的受用是背德。啊，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了。那么在这个里面，这一段是讲行四德，这是讲的总纲。诸佛菩萨，啊，不但是诸佛菩萨。从啊，我们讲正果吧。正果正什么果呢？小小果。小小果啊，在小乘是须陀洹，粗果；在大乘呢，是粗性位的菩萨。华严经讲实性，实行是回向，实性啊，粗性位。的小小果啊，就具备这个四德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四德，纵然是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我常讲的，修的最好的，在门口没进去。啊，那算不错了，啊，你已经望见门墙了，啊，可惜没进去，啊，要进去呢，进去就证得了粗果了，啊，就是华严经上的粗心位的菩萨了，啊，那就恭喜你，为什么？你是圣人了，你不是凡夫了。在三不退里面呢，你证得了第一个位不退，就是。你永远不会再堕落到凡夫位了，你是圣人。从此之后啊，你是节节往上提升，你不会呀堕落。啊，这是位不退呀，所以非常可贵呀。啊，不要小看着，哎呀，他是刚刚入门，刚刚入门就了不起。啊，没出六道，但是。他们绝不堕三恶道，啊，在六道里面，人间、天上，七次往来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阿罗汉果相当于《华严经》上啊实性菩萨的第七性，
啊，第七性，见思烦恼通通断了，啊，超越六道了，啊，小乘阿罗汉断了，啊，大乘七性位的菩萨也是在讲断烦恼的层次来讲呢，跟阿罗汉相同，相等的。可是在智慧上来讲呢，那差别很大。大小乘呢，不能同日而语。啊，大乘的智慧太高了。啊，小乘是望尘莫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啊，大乘毕竟天天亲近诸佛如来、法身大士。啊，每一天受他们呢经教的熏陶。啊，所以他们的智慧高。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要记住的，要认真努力去做的，你才能入得了门。我们先看第一，啊，四德呢，先看第一，一者，随缘妙用五方德，啊，这是头一个。你看，要随缘，随缘里头最重要的要妙用啊，无方是没有边际，跟前面三种周边相应了啊，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，含容空有，那就是无方得了啊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随缘？我们有随缘，但是没有妙用啊，这是凡夫啊！啊，学佛之后怎么个学妙用啊？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称心啊，心。中国老祖宗说。啊，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决定不是凡人。啊，他们所说的话跟大乘经教不谋而合。你看，我们老祖宗讲本性本善，啊，把它编在初学同盟课本里面，啊，《三字经》头一句。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本善呢就是妙用。我们在随缘能不能跟本善相应啊？本善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尽善尽美，没有丝毫错误，没有丝毫缺陷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是什么人？诸佛如来啊，那才能做得到啊！啊，没错，佛是这么说的。可是佛又说了，一切众生皆由佛性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话说多好啊，说得多究竟。那我们现在回头想想自己，跟佛说的不一样啊，差距太远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只知道随缘啊，不知道在随缘当中啊，要与心的完全相应，就妙了。啊，佛门里面有两句话，啊，随缘不变，
那个不变就是妙用。啊，什么东西不变呢？性不变。那性是什么呢？我们想想慧能大师的话，这见性的人他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我们现在跟用清净来说，有没有变？我们变了，我们不清净了，不清净就不是妙用，清净就是妙用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啊，这是在环境上说顺逆，啊，人事上讲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啊，你都能保持清净心。这清净心怎么讲呢？顺境善缘，你的心不起贪念，保持清净，没有贪念。啊，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啊，你都能保持到平等、清净、平等。啊，无量寿经经体上觉，啊，绝不用学去下它，只要清净平等了，肯定是觉而不明。啊，觉是智慧嘛，这那叫妙用啊。啊，从穿衣吃饭呐，啊，日常当中啊，点点滴滴琐碎的小事啊，待人接物啊，啊，都要跟清净相应，啊，都要跟平等相应。那平等是哪一句话呢？啊，六祖讲的呢，是第四句话。本不动摇，啊，本无动摇啊，那不动摇不就平等了吗？一动摇就不平等了，啊，不动摇就平等了，啊，智慧在哪里呢？智慧在第三句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才叫妙用。啊，能生万法，啊，又不生不灭，啊，本无生灭，你说妙不妙？啊，不生不灭，哎，他又能生万法，啊，又出生无尽，啊，真妙啊！啊，你看他把这个摆在第一句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第一个原则。我们看大师底下的文，为一真其用，广利群生，众生根器不等啊，受解万常，娱乐不同。应机受罚了，应病于药，令得佛性。维摩经中居名思义，到这里是一段啊。
这个下面所说的这个，全是依真起用。真是什么？真如、自信。啊，依真起用啊，就与性德相应，那叫妙用。我们今天想想这一点呢，我们错了。我们今天以什么起用？我们是以自私自利起用，对不对？与我有利益的这个事情我就干，与我没有利益的这个事情我就不干。这毛病在哪里？毛病在我啊。啊，这就违背了心得了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我。世尊在《金刚般若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说自信里头，这四个都没有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。如果说是永离四相，永离四界，那个地位、那个境界更高了啊，到大菩萨，不但四相没有。念头都没有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这大菩萨前面是菩萨，后面是摩诃萨啊，这叫妙用了，与心得相应啊。这一关我们有没有办法突破？办法是有，怕的是我们做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肯真修。真修就能做到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法没有定法。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佛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，也就是都能够破四相破四界。我们用念佛法门，刚才跟诸位说过了，念到一心不乱就相应了。四相四见都破了，当然先破四相啊，先破四相你证小果啊，再破四见呢你证大果。这叫妙用啊。啊，所以我是个麻烦事啊！啊，念念没有把我忘掉啊！念念是为我啊，有我就有自私自利，有我就有贪嗔痴慢，就有名闻利养，就有五欲六尘。啊，一连串发生出来的时候，全是错误的。啊，起心动念啊，说真话了，损人利己
那这个用啊不妙了，这个用是什么？这个用是轮回用啊，它造轮回业，现出来的果报是轮回的果报。那我们愿不愿意？ 再搞轮回呢？学佛的同学口里都很强啊，不愿意，我不想再搞轮回了。可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天天在搞轮回。心与口不相应。 这就是我们的造业为什么不成？为什么没进步？原因就在此地。实在讲呢，我们是业障太重，烦恼习气太深了。听佛讲经，有的时候也感动得流泪。 可是，一出讲堂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刚才流的那个泪也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还是干自私自利。这就是不成就啊！应足有方便法。 他教我们，他那个方便法呢？有些人用有效，有些人用的还是没效。他的方便法是写个死字，把死贴在额头上，叫你常常想着，我就要死了。 这是个方便法，我就要死了。哪一样东西我能带去？当然，这个世间，你的财富带不去，你所有一切受用带不去，你的家亲眷属带不去，你的名闻利养没有一样能带去。 不放下也都要放下，就常常看着这个字，就是叫你放下。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你能带得去的什么业力？业力引导你去轮回，去投胎。这个业力引着你去，你出不了轮回。 那么我们把这个业力换掉，善恶业我都把它放下，我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净业，它不但呢没有善恶，连染净都没有。 可以说，这个名号是纯净纯善。我只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熟，永远记在心里，只有这一念，不许第二个念头掺杂进去。你成功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叫一心不乱。心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你决定。 得生净土，生净土不但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了。这成功了，用这个方法成功的人不少啊！哪一个法门都不能跟这个法门比呀！确实像善导大师讲的。
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。啊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修念佛人、修净土的人都不能往生呢？这从前李老师常讲，为什么不能往生？阿弥陀佛里头夹杂着杂念，啊，念佛的秘诀，大师之圆通章里头讲得好啊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你看这八个字，我们有没有达到这八个字的标准？想想看，没有啊。人家是净念相继，我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是相继，可是里面夹杂着妄想，所以这不是净念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夹杂着怀疑，极乐世界真有吗？真靠得住吗？啊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万一到将来我落了空怎么办呢？那他有怀疑，有怀疑不清净，把经典破坏了。啊，夹杂着有名闻利养，对这个世间有些放不下的，啊，恩恩怨怨，啊，把我们的经典破坏了。啊，相继也不容易。啊，我们念佛常常断掉了。啊，记不起来，所以古大德告诉我们，这个秘诀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念佛要做到这一点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成功了。这三句话九个字是念佛的秘诀，是念佛的真言呢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有这个法门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稳当、最可靠，还最快速，成功还特别高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得到诸佛赞叹。那十方菩萨呢，非常羡慕啊，没有缘分遇不到。我们今天有缘分啊，有缘分，如果再是有善根、有福德，那恭喜你，你这层成就了。啊，什么叫善根呢？能解能信，这是善根。什么是福德呢？福德是真干。真干就有福了。啊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也要晓得，大千世界是假的，六道十法界是假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真的。啊，诸佛的十宝庄严图。谁有缘分啊，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，遇到善友啊，把这个法门给你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你听懂了，你理解了，你只一发心真干，你就成功了。这个是一真其用啊，啊，一真一切真，广利群生，生
九法界众生，这范围广啊！啊，九法界众生普遍的利益啊，怎么样利益众生呢？帮助众生，教化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，教化众生是菩萨事业。啊，他这个地方的四德，我们把它字数尽量的缩短。他只用七个字，我们用四个字。第一个是随缘妙用，第二个是威仪有责，啊，第三个是如何制止，第四个是待众生苦啊。四句一桩事啊，啊，广利群生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你发这个愿要真的发愿，不是假的啊，真的就跟心得相应啊，假的是妄语啊，妄语是背的，你违背了心得。在思想上说呢，妄语是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佛菩萨是不孝啊，对不起众生是不义，对不起父母是不仁啊，你没有仁爱的心啊，没有慈悲心啊。啊，人怎么可以妄语呢？啊，发了这个愿真干，那你就不能怕苦啊，如何帮助众生，一定要给众生做好样子，教化众生要从教化自己做起啊，自己没有教化好，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？释迦牟尼佛能教化众生，孔子能教化众生，为什么？他把自己教好了啊，也就是自己说到做到。啊，而实实在在说呢，这些大圣大贤都是做到之后啊再说到。啊，也就是先施身教。啊，施是布施啊。以身作则。啊，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。啊，人家看了，看了之后感动了。啊，这个看了之后感动，就是语言成熟了。所以佛家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他看了无动于衷，你就不要去教他。啊，你教他就白费功夫，他不听你的。他感动。
啊，这感动，他善根发现了，福报现前了，你给他做增上缘。啊，他对你服了，对你恭敬了。印光大师常讲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啊，你看他有一分恭敬，你就教他一分；他有两分恭敬，你就教他两分。应机施教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他有一分恭敬，你教他两分，他只能吸收一分，那一分是多余的。啊，他有十分恭敬，你不能教他九分。为什么？他能吸收十分，你教他九分，你欠了他一分，你对不起他。啊，他对你没有恭敬心，再慈悲都没用处。啊，听不进去，他不会一教奉行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这大圣大贤不出现在现代社会？为什么不出现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沉浸的人啊，他要是出现了，不但教不了众生的，而帮助众生造罪业啊。为什么呢？众生一定毁谤圣贤，一定是侮辱圣贤，那才就造罪业重重了。所以你才晓得诸佛菩萨来大慈大悲，不来也是大慈大悲啊！不来什么？不让你造罪业啊！这就是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这一群人没有善根福德，他不来。哎，你看，这没有善根，他也生活得欢欢喜喜。啊，如果有个菩萨来的时候，他就讨厌他。啊，他就要侮辱他、欺负他。啊，回谤他。所以佛菩萨不来。哎，听仁义道德听不进去。别讲这些啊！那我们观机，至少你要学会天天念弥陀经，弥陀经里面讲善根福德因缘啊，细心观察这个人有没有善根，有没有福德啊，听了听一句真干啊，把这一句就做到，那是有福德啊，听了做不到，没福，他成就有限。啊，听了能相信，能感动，能理解，这是善根。啊，所以广利众生，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自己的心正、行正。啊，才能帮助别人真心真心。啊，众生根器不等啊，这下面叫我们观机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，根器是不平等的啊，烦恼习气个人不同。受戒万差了，
受是信受。啊，结是信结，受跟结有差别，结的人很多，受的人不多。啊，所以佛法，你看看经典常讲啊，受持读诵。为人演说，佛教给我们的啊，受是你真接受、真干呐、啊，啊，结是你理解了，你还未必做，你没做到啊，受是做到了，啊，做到之后怎么要保持，要受持啊，啊，我活一天我就做一天。那叫耻啊！啊，我天天干啊，把我所学到的，一字一句，通通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落实在日常工作里面，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真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受字就是《论语》里面夫子所讲的“学而时习之”，那个习，受是习。啊，把你所学的，就是通通落实。啊，你真干了，受的程度有差别。结的程度也有差别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你又不能不懂根性。与业障有关系，业障深的人根性就薄了啊。如果他有善根啊，他能够老老实实去做，真干，慢慢会提升啊，提升也各个不相同。有人一两年就提升得很好，有人要十年八年，也有人到二十年三十年。我们讲了开悟啊，两三年开悟，十年八年开悟，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，这在佛教传到中国两千年来啊，无论出家在家修行，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很多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受戒万差了。关键就是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开悟啊？关键是在恒心啊，真正立志，就是这个人有志气，在佛法讲发愿啊。啊，我不想再受搞六道轮回，我不想再受六道苦了，我这一生真的想出去。啊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要有这样的志气啊，下定决心啊，在这一个法门里面，你看看
这个，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啊，地仙老和尚念佛那个徒弟锅炉匠，好样子啊！啊，更远一点，宋朝的迎科法师是我们的好样子。啊，近代的，我们住在这个地区，40年前。啊，将军乡有一位老太太，念佛3年站着往生。我上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到这个事情，讲完之后有几个同学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他们知道。这个事情是真的啊！更近的，前年啊，深圳有个年轻的居士黄忠昌，30出头啊，他做实验，他听说我讲经常常讲到啊，念佛3年往生。他试试看，我念3年，看能不能往生。啊，在这个深圳闭关，向小丽给他护关，2年10个月，还差2个月，他预知时至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人的有智啊，佛法有愿啊。啊，关起门起来念了2年10个月的佛，然后表演给大家看，啊，预知时至有没有生病就走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广利群生呢、啊、给天下念佛人做榜样啊！告诉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他绝对不是说他寿命到了，不是的啊，有寿命的不要了啊，就走了。有没有功德？功德很大。啊，给我们念佛人做证明，啊，三转法轮呢，他来做证，那告诉你，念佛往生不难，3年时间足够，你还忧愁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念佛念几十年的消息都没有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放下。不是真的啊！所以我说，平常我们打夫妻，你看《弥陀经》上讲的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若1日，若20，若30，到若70。功夫好的人，1天就够了。如果我们这个道场举行一个佛期，告诉大家7天就往生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人敢来？一个都不敢来。为什么呢？送死的嘛，7天就死了，这还得了啊？所以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往生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啊，那真的叫他去了，吓死了。啊，这就是。药浴不同。
啊，要是爱好，在这里不念落，啊，要破因字，啊，要是爱好，欲望，这众生呢，每一个人的爱好欲望不一样啊，所以修行的法门。正果的方法呢，也就各个不相同。啊，世尊，真是慈悲。啊，给一切众生开84000法门，开无量法门。为什么？啊，应众生要与不同。你喜欢哪个法门，你就修哪个法门。你想证证什么果位，你就证什么果位。啊，有人喜欢阿罗汉，有人喜欢菩萨，有人喜欢佛，不一样啊。